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。有头有尾，可惜不威。同属于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国家联会西区小组的洛杉矶道奇队和圣地亚哥教士队，8月7日下午在南加州对垒。教士队24岁的捕手坎普萨诺 Luis Genaro Camposano 担任第八棒打击，于第三局下挥出中外野方向2分全垒打首开纪录，并且在第九局下再度打出左胸外野方向阳春全垒打。可惜教士队奋战到底，还是以7-13称臣。教士队虽然在第三局下攻下5分先持的点，然而道奇队却在本季第27次逆转得胜。曾经在纽约大都会队效力7个球季，现年33岁的右投手鲁哥 Jacob Seth Lugo 代表教士队先发出场，可惜只投出71球3.1局，2次3振，对方2次4坏球保送，责任失去8分，创写个人职棒生涯单场责任失分纪录，本季第6次承担败局责任。这是鲁哥于2016年7月21日在大联盟亮相之后第2次先发迎战道奇队，他的首次遭遇战是于2017年8月5日。做东的教士队在这个球季先发投手群本来已经累积有53次优质先发，是大联盟国家联会球队表现最佳者。教士队和道奇队是近邻也是劲敌，双方在这个球季交锋10次，道奇队只有2次失手。历年以来，道奇队的战绩为517胜417败1和。道奇队南下做客，调派现年29岁的右投手冈索林 Anthony D. Gonsolin 担任先发。他自从2019年6月26日加入大联盟以来，这是第8次先发登板迎战教士队。冈索林在这场比赛幸运地及时获得第一棒队友贝兹 Marcus Lee Mookie Betts 的满垒全垒打火力支援，因此还拿到本季第7次胜投。他是以84球数主投6局，送出3次3振，1次4坏球，遭到对方击出9支安打，责任失去6分。冈索林在4月26日例行赛程展开之后，连续2次先发登板无关胜负。5月8日兵败密尔瓦基客场后，于5月14日在主场以4-0取胜教士队，终于拿到开季首胜。彭广阳，2023年8月7日。